现在要把我打回来只给一次。那你有哪里？鼻孔，鼻孔，鼻孔，鼻孔。打你，太小了，换你打，换你。我叫 Simi， 然后我是斯洛伐克人，从斯洛伐克来的。斯洛伐克，哎，对，我以为骂脏话。斯洛伐克。对，你可以讲一句你们的话给我们听吗？我要讲什么？斯洛伐克，斯洛伐克，自我介绍，就是脏话。大家，你可以，就讲脏话。好，那脏话不要，可是因为我妈妈要看。所以我可以介绍一下。好。好。Volám sa Simi a pochádzam zo Slovenska。哦，好听耶，很好听。真的。谢谢。斯洛伐克。斯洛伐克的我爱你怎么说 ？Milujem ťa。Miluje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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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ťa。感觉很勉强。要看是要跟谁说，跟朋友可以说 Mam ťa rád。忙起来了，这个我们学不到，没关系。我们做的不只是不想做朋友。不行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在斯洛伐克那边有没有什么文化跟台湾比较不一样，而且是特别不一样？有很多，可是特别不一样的是那个复活节，真的会很复活，因为。不是啊，我想去看看。我知道在台湾你们好像不会过复活节，可是在比较少，比较少。对，在西方那边，西方人都会。要去找那个蛋。对，可是在我的国家，我们不会去找那些彩蛋。我们比较可怕。可怕？哪里？要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怎么？在我的国家，男生他们也要做一种像试猪。树枝对，然后他们要绑上一个彩带，绑上一个彩带，对，然后他们要来女生的家打女生，破碎，很恐怖，对女生来说很恐怖，这什么怪这么远？用树枝打女生，这打喜欢的女生吗？对。不一定喜欢的女生就好，多打一点，有时候很可怕。有诈骗，有诈骗，有诈骗，有诈骗。那你们对对，复活节不都在跑？我们平常会跑，对。哇！就打一整天，他看到就可以打了。到十二点中午，到中午十二点以后就不行。所以体力要很好才对。跑哎，要跑很久哎。他的意思是要祝身体健康。就这样，把你驱除厄运，哪里是给你健康，还是你逃跑你就减肥就变成健康了？哦，你慢跑啊！女生是不能打回去吗？其实我们的传统是十二点以后女生可以打男生，可是我从来没看过一个女生打男生。那今天就是示范一个，但是比如说男生，来，我就懂。来，我们来猜拳，来。你也没有体验过吗？哎，对对，你们俩猜拳哪位？猜拳吗？石头布，石头布，加油！你要想象哦，我已经打你一整天了。我是一个好人。不要打住，你现在要把我打回来，只给一次。那你要哪里？鼻孔，打你。太小了，我是一个好人。你要打用力一点，因为我打你一整天了，我屁股帅，你要去。好帅，对对对啊，好帅，装美男。我们这边这个球棒使用最好的，好帅，示范一下。还可以镜头拍照，好。要助跑吗？有复活的感觉，回就这样，你换你打他。哎，啊，对对对对啊，哎，就传下去啊，我们打我换我，打人的要交换被打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大力一点，好，你要躲大力就躲大力。你站好站好，过来这边，想干嘛？不是，我们换位置，对，换位置。站好，你看前面，看前面。转换。啊，哎，时间太长，不行啊，对啊，打一下，忍一下啦，会好好的，真的，加油。
精神都来了。老师，哎，你复活了，哎呦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复活？我要暂时站一阵子。你慢慢冲破。好，这样，好，我会记仇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吃什么呢？他是面，吃什么重要吗？吃什么呢？谁管他？只爱管口味。嗯，那包子怎么回事啊？中西合并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意大利面配包子，来下一个。哎呦，这个哇，可以吗？这个，所以这个底下是几乎都有很安全的。安全安全安全。这个不是你就不讲这个，我们就破灭了嘛？为什么要问下面？我们就要想象它下面不安全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那下一个。哎，过分哦。那钻去哪里了？嗯，钻去哪里？没有找找耳环。啊，然后掉在里面，洗衣机。就是当初拍写真集，你是想要为什么会去想要去拍？主要是想要给就是支持我的粉丝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风貌，这样。嗯，对，嗯，这样拍写真集啊，嗯，家里人会不会反对？我刚开始啊，就蛮担心家里面的人会反对这样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嗯，不然先斩后奏好了，反正之后他们也不能怎样这样。然后没想到就是我回去，其实还是有跟爸妈讲一下，就没想到其实我爸妈还蛮支持我的，对，而且我爸他还会帮我分享，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，就是有关于我的写真的购买方式这样。这真的很，其实我一直有时候一直在想，就是爸爸。怎么会分享自己女儿的这种用什么心态？对，她怎么心？你问，你问，对，问女儿王，女儿王，女儿王。对，我其实这也是我的疑问，就是说，那如果在于一个贴补家用的情况之下呢？那可以，因为我太累了。哎，那你的尺度到哪？尺度哦，那时候拍摄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每一个景跟每一个服装其实都已经有先搭配好了。那其实那一天就是拍我们拍外景，然后拍到就是日租套房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浴室，就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个浴室的照片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其实那一卡本来是没有的，对，是那时候看到浴室的时候，因为摄影师是女生嘛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 ，Lisa， 你要不要拍浴室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好啊，那我要穿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嗯，你不用穿啊。”我说：“哈，不用穿。”他说：“不然你围个浴巾好了，这样对。”然后我就想说：“好，围浴巾。”结果后来他就说：“哎 ，Lisa，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露一下后背？”然后接下来就说：“哎，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哎，就慢慢的被他的花言巧语，到最后连整件浴巾都没了，这样对啊？你所以这是个遇害的概念，对，就是还是一点都不安全。现在开始想什么花言巧语，现在能够也做了对。”